啊，唔知系咪北宫起咧？应该杨澜煲啫嘛。当时谂啦，真系叫兽性大发咧。李小姐，你别动。刮还是怎么样？刮胡子啊。哇，唔刮啊！你啲鬼嘢唔知刮啲咩嚟嘅，搵得嚟。人家皮都给你揉破了。哇，你个脸也小啊！我个不是你是傻。哎，老婆，你怎么今天回来了？喂，那女人呢？哪个女的？就知道你会趁我出来在家里乱搞，所以我提前回来的。我一个人在家看片子呢。老婆，你回来不打声招呼，我去接你啊。来。你在看什么片？一个人在家里看这种片，这天真没有女人来过？没有啊，就我一个人在家。哼，我才不信。这个头发是你的，算你还听话，去帮我把箱子搬进来。好嘞，老婆今天回来辛苦了，我去炒几个小菜给你接风洗尘。老婆，今天给你拿5个西红柿炒蛋啊。好的。老公，你出来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过来。老婆，又发现什么？这胸罩是谁的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怎么还有个胸罩的？哼，一定是那个野女人的，还不交代。什么野女人呢？这几天就我一个人在家。哎，今天早上起床怎么没发现呢？你到底说不说？不说咱们就离婚。离婚？难道真的被他发现了？前几天，隔壁张寡妇过来借酱油，他就晚上就喝酒喝醉了。他说晚上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就住了一个晚上。他怎么把胸罩都落下了呢？